那我们现在看一下，现在看一下它这个图形，图形它是不规则的，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线序是错的，我们要更改这个线序其实很简单。现在线序是错的，那么我现在第二路是正常的，我就把第一路和第三路兑换一下。好，现在画面显示就是正常的了，是一个完整的画面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装这个，我们要装这个外围的波围。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下这个连接片，这个连接片安装很简单，直接卡进去就行。你可以把这一块抬起来，把这一块装进去，啊，然后这一块也放进去。